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来玩小生生活。那我今天还没有登录啦，所以就看看吧。先看一下音量，好像有人给我留言，是不是？看一下哦，这边，哎，内部装潢显示异常，这不是我昨天的问题吗？哈哈哈。这不是上一期我提出的疑问吗？然后有网友跟我说是 bug 啦，齁，然后可能我跑去人家家里看，人家家里的等级比我高吧，他的房屋等级比我高，所以我看到的是全部都白的。OK OK， 那修的还算快吧？那先来喂食一下吧。我应该先用猫碗吧。然后有一只猫会来看谁先抢，又是招财先抢，大眼妹老是没反应，直接喂食吧。他跟我们拜拜，会谢谢。有啊，拜拜了。然后我最近又把我的一些背包打开啦，然后背包打开的时候，它可以那个有一些时装可以拿。所以我的招财先有穿时装，然后我大眼妹有穿那个衣服。这里，我现在我的那个招财穿的那个蜜蜂装，哦，蜜蜂装，就你们就随便找啊，都会有啊，蜜蜂装，哦，也是送的。他在干嘛？左右逛，左右动是怎样？什么意思？好吧，我先看一下手机。有好友给我讯息是不是？还是有人要传讯申请好友？然后这边是我昨天有报名那个，报名可以参加那个猫咪的选美，因为我换上那个蜜蜂装嘛，蜜蜂装的话它就达到它的标准。然后就可以选美。现在是我也不知道，为好友投票。好友是谁？投票一下。有一个那个，看一下哦。哎呦，一键投票是怎样？全部投票吗？哦，好，全部投票。好，好友都投票了。然后这是我吗？没有，这是什么？郭运贤，郭坡。可以这样吗？是这样子哦。我随便投，随性哦，我没意见。因为他这边有说猫银币嘛，我再投三个。他这两个长一样啊，因为大家都是用那个套装啊，因为我也是送的。这只比较可爱吧？哦。那这个爱心比较可爱，再来，哎、欸，这不跟刚刚一样？好了，继续，好，可以点包包了。所以说这个选美是每天可以来投吗？我不知道哦，就是可以跟其他玩家的猫咪有个互动这样。怎么又来啦？又来了。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谢谢。那帮我猫咪投票，好，猫咪猪，他是我好友是不是？我刚好像也有投票吧？嗯，他要回我了。哦，这个应该是那个，我已经帮你的猫咪投票了。这个感觉是那种知识的回话，就是。有人帮你猫咪投票，你可能会收到讯息，大概是这样吧，我认为啦。好，来看一下，这手机一直来耶，手机一直来，没有，
我也帮你投票了。好，那先把活动顶一顶吧。今天是四月六号，先到一下。不行了，为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签。好，可以签了，lag 吧，感觉是 lag， 感觉还是有点卡卡的，哦，卡卡的，就忍耐一下，看他什么时候会改善啊。那受不了的人已经弃坑了，已经不玩了。所以游戏真的要把一个游戏的一些各个 bug 处理好了，至少要让玩家感觉到你们有在处理。不然就很容易就流失一些玩家群吧，口碑就不好啊，口碑不好人家就不想玩了。好的，那我先来做一下这个鹿鸣沙发吧，是不是？我来做一下，这个我上期的嘛，然后我就下线了。应该是这个，然后我需要这个三个，然后这个四个。好，然后这个需要四个，然后这个，哎，那个哦，不行，按到什么东西呀？哎。没有吗？我不是做了吗？哦，这个是鹿桑松木板哦，是鹿桑松，不是这个啊。那我要去找这个鹿桑松，好吧？那我要去伐这个鹿桑松。那我这个先放一边好，我待会再来伐木。哦，他那个木板我要再去找一下。我们先去修复路面看看还缺什么。修复路面的话要去这里哦，哇，也是需要这个万顷木板，然后这边需要这个万顷木，那我就要去伐木了，不然我什么都不能做。好，我们先去找村长聊天吧，没关系，伐木的话就去森林里面逛一逛就有了。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:30，9:40了啦，所以是黄昏，哦，有点黄昏的感觉。他给我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欸。这里100美金贝壳，这里有显示。这边是世界瓶，好，世界瓶。那我们应该要去森林找刚刚那个木材。那我现在只能先去飞过去吧，我先去越野密林看看，因为这边没有哎，桑松，鹿桑松树有啊，那鹿桑松要怎样才能打到啊？不知道，研究一下。哎，为什么不让我飞啊？不要lag好不好？不让我飞，哦，我没办法飞，我觉得是有 bug 啦，没办法，只能走了。不然平常接近它就会出现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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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。发生什么事啦？突然又重读了一下。哦，真是的，我在哪里啊？哦，我已经走到这里了，太扯了啦！累个成这样，
我先不挖矿了，我先不挖矿。这里有一些人哎、欸，大概是也是跟我一样买那个套装的吧。因为这边有显示会掉那个陆桑松嘛，看一下哦。这是桑松木嘛？我的伐木现在伐得到吗？陆桑松？获得了桑松木和桑松树脂，我可能不是在这兒啊。我木叶知识上升了，那这样有影响吗？一刀就死哦！之前要两刀哎，我上升之后一刀就死了，还是桑松木啊？这个啊，陆桑松树在哪里呀、啊？不知道，这还是桑松。你看升级之后一刀就结束了、欸，之前要两刀。就在森林里面乱逛、啊，不然就是上网 Google 或是问人。我先绕一下啦，没有的话我再去找一些资料。反正就这样嘛，玩游戏自己解决不了就问人或是找资料。我就绕一圈吧，然后如果没有我就去看看别的地方有。这好像苹果树，这不是，这樱桃树。因为树木的话，它没有一个特区啊，它没有说这个地方会产什么，它都没有跟你讲。哦，这边资源是这样，找一下吧。我就绕一圈啦、啊，感觉是这个吧？这个看起来很高大、欸，会不会是这个啊？这是沙白树，不是。这是沙白树。好，这个是沙白树。我知道这一区啦，这一区是那个，红梅区看一下好了。我去红梅区看一下。我钓竿有升级了。这边看一下有没有，没有的话就上网找一下 ，Google 一下就好了。这还是桑松，没有，这边没有。那我先来 Google 一下，按个暂停。OK， 回来。Google 不到5秒就找到，说在这里，在座桥。哦，那我就来让你座桥。就是你遇到问题的话，你可以问人，或者是自己 Google 解决。网络上应该很多资料啦。大家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嘛，你的问题就是大家的问题。至少我觉得我遇到问题，这个问题应该是普遍大家都会发生吧。哦，只是早上玩嘛，因为我玩比较慢啊，玩比较慢的话。网络上应该会很多资料，大概就一 Google 大概10秒吧，5秒看完哦，在这里就知道答案了。好，大概是有人回我吧。哦，好，他叫我再多做收纳箱，所以我都做，要多做一些收纳箱，因为我之前都。傻傻的没有去研究，也不能说没有傻傻的啦，就是时间比较少啊，玩的时间比较短嘛，就轻松玩，轻松玩就是
不要跟人家比较嘛，你就慢慢玩就好了。是不是这个啊？对啊，找到了，就是你啊，一颗而已哦，怎么那么少啊？好可怜哦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教学，但是只有两颗哎，只有两颗会不会太惨啊？只有两颗太惨了吧？我先钓鱼算了，钓个五只吧。因为日常要钓五次鱼啊，然后我觉得钓鱼常常有点累累的感觉，有时候要等一下。然后那个换了这个鱼竿之后就比较厉害，就是一口气的那个可以很快就累积到那个 一圈，然后就可以把鱼钓起来。哇，渔业新手真好。你看，大概拉两次就可以钓起来，就是你解了那个鱼竿任务，就支线任务嘛。这我上期拿到之后，就觉得特别好用，比之前还要好用。就是如果你对准那个鱼的话，大概拉两次就可以了。他们怎么知道我上线了？因为我大概都晚上9:30开始玩，玩到10:00这样子。因为这段时间大家都去睡觉了，小朋友去睡觉了，就不比较不会太吵啊。哦，然后我都带他们出去买东西回来。我应该五次了吗？我再钓一次好了。然后这个鱼饵，我不知道鱼饵有没有差哎。反正我们要做那个小鱼竿的话，应该是需要钓鱼，对，要钓一种鱼，是不是鲫鱼啊？像这个扁鱼，我不知道、啊。好，应该树长出来了吧？喂，树怎么不见了？它不长出来哎。My God，这里有一个人，他可能也来这边砍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不知道。看来我要再 Google 一下，这个点只有两棵树而已，太少了。我再 Google 一下，先按个暂停。OK， 回来，好像就这里而已。目前为止，我看到了三四个资讯 ，Google 上面的资讯都是显示在这里。然后还有人说10分钟才出一次，太扯了吧！10分钟才出一次，太扯了！我走了。我回来了，我放弃了。那我们再来看哦，鹿鸣沙发需要这个3个，这4个，那我一定是不够啊。哦，待会再来撸猫一下，毛球要撸一下，记得。在这个嘛，只能做一些些哦。哇，3个嘛，那我现在是有2个，可以做2个而已啊。然后这可以做4个，那我真的不够哎。哦，好吧，那没办法啦。这边是要万顷木板，那我去找一下万顷木在哪里啊？万顷木，我先不 Google 啦，我就直接到森林里面看一看。Google 就没乐趣了啊，什么都要 Google。这边没有万顷木吗？没有，没看到。那我去月影密林看看。这个看可不可以飞啊？哦，可以了。哎，没有，还是不能飞。哦，出来了，移动。刚刚不是那个吗？没办法，就是那个吗？没办法。
看大家用飘的飘过去。好，来到了这个月影密林，应该是啦。来看一下，我们要这个万顷树，万顷树在哪里？好吧，为了省寻找的时间，因为现在在录影嘛，我就再查一下好了。好，我再查一下。OK， 回来，应该是一个很普通的树吧。有没有马上发现了？因为攻略上没有说它特别在哪里啊，那我就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种树吧，所以今天就当樵夫啦，开始找这种树来砍。这边有羊妹妹，团角羊，黑脸羊妹妹。开始当那个樵夫。哇，竟然要砍三下！这个树多厚实啊！这边的音乐怎么有点哀愁啊？不是那种快乐的音乐，哦，比较幽深的感觉。哇，砍三下哎，有点耗体力。因为你每一下就扣二啊，三下就扣六哎，哦，那感觉就是比较花体力。哇，被这个挡住，被那个树根给挡住，走不过去。然后没了。发现你只要资源找不到，对不对？你上网 Google 下都有一堆人告诉你，一堆网站啊网页告诉你说资源的点在哪里啊，所以不用怕说找不到。我之前都还没有去找过，就随性玩而已。这样够了吗？感觉应该够了吼。我再砍个两三根好了，以防不够用。然后我那个收纳箱要再多做几个，至于怎么做我也不知道，找看看吧，有没有设计图，还是说我本来就会做。这样我就可以放一些杂物啊。这个万顷木就有点像那个刚上一张地图那个沙白木一样，到处都有啊。这个是什么水果啊？哦，柠檬树哦，柠檬树。然后这是什么树？好奇看一下，柿子树，柠檬、柿子也都在这边。好 ，OK， 那我觉得应该够了吧？看一下，不知道哎、欸。好，反正先回去吧。这一期花比较多时间在找资源，没关系，我安村庄也可以。只是那个 BFun 的 VIP 要7天开一次，简单说话就希望你每7天开它一次吧，不然我平常也不会开那个城市啊。好，来吧。查看一下，哇，20个哦，好控吗？哇，不够哎，可恶！天哪，要20个，然后我现在只有34，然后总共40个，我还差6个，啊，真麻烦，麻烦。我以为够了说，有没有什么瞬移的方式啊？没有，至少我不知道。瞬间到那个森林的方式，只能这样子吧，用我刚刚的方法，就飞过来，然后赶快，我至少今天把这段完成，哦，至少我今天要把这段完成。他没办法点那个，我觉得他没办法点地板移动，有点不 OK。
因为有时候我不想要按着那个键盘一直移动，我想要用滑鼠点击就好，点击移动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就还要再砍一些嘛。哇，想不到这个真的很花体力耶。哦，好，因为现在我玩的时间是晚上啦，所以整个这边好像又更森林的感觉，森林深处的感觉。那我这样应该够了啦。OK， 百分之百够了。好，快点，我把今天这个任务给解完。然后剩下的我就待会大概花个一个小时来采一下资源吧，就是我录完这个影片之后，我自己再玩一个小时，采集一下资源，不然下次又要在那边弄，就比较花时间。我应该要先去制作一下。他说他20颗嘛，好。这个东西我要做20个，好，来吧，待会我就是要解日常嘛，然后撸猫嘛，然后采集资源。那主线任务今天就只能做一个，因为真的我刚刚都在找资源嘛。先修复这个路面，然后我们有那个石头路了，就是上一期我们去好友家拜访啊，然后这边就可以升级，好，升级啊，不行，要先升级这个桑松木板，又是桑松哦，桑松的话我有 ，OK， 还好我有17个，啊，马上，桑松的话我有，没问题。手机又有人撩我了，欸，待会再看一下。桑松木板17个，好，索取。待会再看啊，手机待会再看。那我现在已经有铺满这个石头路了，比较好。这种石头路就是下雨不会泥泞啊。那我们二楼地板已经修复好了，就不会像之前那么破败，有没有？还走路还会快，地板那个破洞，就这个啦。我昨天到人家家里拜访的时候，他们就说有那个有 bug 嘛。这个是婆婆短信吧？婆婆短信，不想理你。哇，快要30分钟了，玩比较久。好，那这边所需材料就是这个嘛，这个席定要去挖，席定我应该够要做，然后万琴木我要再砍，所以今天就没办法做。那来看一下手机的话，应该出敏的任务吧，神鹰婆婆的任务。好，就我们刚刚修地板修好了，好。OK， 日记解锁。哈，日记我都没解，都一直没空解。OK， 看一下哦，还有谁啊？秦乃，回复他一下。OK， 好。哦，寄东西给我，这么好。信箱的话在这里。手机里面也可以看。信箱。种子店的故事，然后打开故事。好，我不过去了，不过去了。反正这边有一些故事可以看吧。哦，目前我们的故事是种子店的故事，可以看一下。应该啦，哦，这边好像有一些主线任务要解锁，是不是啊？
OK， 那也晚上十点了啦，大家看到已经天黑了。我大概从九点半开始玩嘛，然后中途有暂停了一下，就查了一下资料，稍微查了一下而已啦。那大概知道说那些资源怎么找嘛，怎么挖。好的，那这一期就先这样吧。啊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那我们下一期小声生活再见，大家拜拜。